我们今天进行一个美食 PK 怎么样？好 ，PK。纳豆啊，麻婆豆绝对厉害，拭目以待。哦，いただきます。Hello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。哎，我是办公室野。又是一个愉快的周五来了啊！今天呀，打算在办公室搞事情哦，很好玩的。不过呢，开始之前呀，大家记得啊，一键三连啊，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。哥，你演的有点过了，你坐在我工位了啊？过了，你过了，我过了，你过了。过了，我是过了，我过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个是我们办公室的新同事矢野浩二同学。谢谢大家，好，欢迎你摆在弹幕上，台面搞起来。终于来了，能来到这里了。今天老师既然来到我们小野办公室，我等会儿先带你参观一圈吧。我参观，好，先参观一圈。那个就是我们办公室的仓库，那么多一间用过的。对，300多期视频的了。300多视频的。对，4年。几千个也是。对，全部都是道具。浩二哥，你入职第一天呢，到时候帮我把这些仓库的东西挨个的做一个入库的整理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走回去干！兄弟，回去干！要不今天咱们就互相都做一道美食，然后我们今天进行一个美食 PK 怎么样？好 ，PK。猪的人怎么？猪的话，上那个你的办公室上班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那今天我们的挑战到底谁会成功呢？大家现在可以预测一下，拭目以待。今天哈，我就给你搞一个百味的大板烧。百味的大板烧，大板烧，让你吃完就吹吹。好吧，开始我们正式的川味大阪烧的制作。我也蛮期待的。我在大阪吃过一次大阪烧，这次按照我的建议去调哈。大阪的这个大阪烧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但我觉得今天我的这一版会更好吃。绝对的。真的吗？老买万瓜，自买自瓜，不是吗？当然，你做那个中国的美食的话，我当然理所当然肯定好吃，对不对？但是大阪烧，哎，对吧？你今天有点严格哦。对呀，对呀。好，然后下一步，我觉得要搞点酱给你。豆瓣酱。四川话。四川话。豆瓣酱。葱。豆瓣酱。豆瓣酱。豆瓣酱。普通话。豆瓣酱。不不不，豆瓣酱，豆瓣的酱，不过关，你说错了，我要再多舀两勺进去。哦，你看到现在就已经有点不一样了，哦，有点不一样了。再放一点点这个辣椒面，辣椒，记得这个调味有点过了吧？这个过了吗？过了吧。加入还有这个熟悉的这个卷心菜进去啊，卷心菜，来个2把，把它充分的裹匀。看一下我们的锅子热没有，接下来呢就加入哦，接下来我们的重头戏啊，我是强烈推荐你我们四川的这种卤肥肠，哇，怎么好吃，哇，那么多，要米辣吗？这盘已经过了，来一点点，辣椒，哇，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专门为老师调制的这一碗川式风味的，哦耶，这过了，实在是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来了来了啊，哇，锅，哇。也是好好看哦了，像面条，嘎，像面条一样啊，对，红红火火，红红火火，祝我们的频道都红红火火，对对，越来那更厉害。现在底面应该已经可以了，我们给它翻一个面，3、2、1，快！哇，太酷，太酷，上辣酱，哇，哈哈哈，导演，哇，太酥了，哇，哇，哇，搞一个温和的千岛酱吧，这可以了，这可以了，我这可以了。啊，这样大阪烧的感觉出来了。基底做好了，我们在上面再给你加一些料。对，但今天呢，我们的不一样，我们上面来点金达，还有脑花。脑花是什么？哎，脑花。的脑子，脑花。脑子，头。对。谁的脑花？谁的脑花？我目前觉得我这个做的还可以，我有点期待你接下来做的了。放上小料。哦。哇。哇。香蟹，香蟹，好新鲜啊。来来，杀了虫！哎呀，啊，虫！同学们，你们看，觉得怎么样？哇！你们先给我打个分，10分满分，你们打几分？哇！四川风格的大阪烧，可以吧？哇！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
你今天准备做啥？我今天做啊，很多日本人喜欢的中国菜麻婆豆腐。嗯，您也做好了，我们好多创造的这个，我也可以啊。纳豆啊，麻婆豆腐，像这个不一样的东西混合在一起，你看绝对厉害，拭目以待。好，日式风格的麻婆豆腐开始做啊。那个一般那个白豆腐，但是这些呢太普通的，新店啊，我们用一个那个柚子豆腐，这样的话更好些。啊，那这个我们很简单嘛，对吧？柚子豆腐放进去，煎个，煎，差不多了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红油，红油放进去啊。哇哦，哇！然后这个豆瓣酱，这调一下，然后哎放进去了，这样的纹理下来。哇，做好了，然后倒进去。哇哇，花椒粉啊，麻婆豆腐的精髓。对对对对，你很懂吧？哎，差不多。然后葱，完美了。哎，这个小野啊，这个日本的话呢，一般呢在吃饭之前呢，说几句话。哦，我知道，是那个。いただきます。OK， 好，开动了。好，开动了。你先来试试我的。我先来。川味大阪烧。大阪烧。你来第一口。好，这个居然现在好多。啊，嗯。哦，虽然对我来说有点辣，对你来说可能一般般的感觉，但是味道好吃。好吃吧？啊，甜辣甜辣这个。对，有点甜哦。吃完了以后好辣。啊，这个辣有点上头啊，这个你觉得怎么样？对成都人来讲，这个微辣吧，这微辣，对微辣，哇！来，我们试一下这个脑花怎么样？脑花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怎么样？好吃好吃，这个跟白米饭一起吃比较配，不错。满分五分，你打多少分？满分五分是吧？4.7分，还算挺好的，很高了，很高了。拿过来看哈，你的这道菜做的怎么样？这个感觉做的还是很有四川的风味，看起来不错。要不要一起试一下你的作品？哦，对。再吃一个。再吃一个，可能吃一个的话感觉不到，吃两个。好吃。哎，三个可以了。这个还可以是不是？还可以。熬之前有一股味儿，纳豆的味儿比较厉害。对对对对对，刚开始纳豆的味道好冲啊，然后现在的话，它熬融了之后，浸在它这个豆腐里面。对啊对对对，嗯，一点没有臭味儿啊。是一个大酱汁加红油口味的麻婆豆腐，还撒了花椒，可以成功。成功，小野，那就我做的这个麻婆豆腐，嗯，你。点分吧，还有多少？嗯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更喜欢哪一个？来来来，投票一下。我呢，我觉得这一碗的话，打4.6分，好吧，你败我0.1分。那差的地方是哪里？差的地方吧，就是碗不是。我们好随意啊，这个分打的，不让别人试一下吗？好，好，小野你赢了。那你今天你还记得你早上立的 flag 吗？你输了会怎样？你今天早上说你如果今天输了你会怎样？哦，对，我输了。你会什么来着？来我们公司上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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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上班。上班。合同拉过来。干嘛？提前6个月啊。什么做什么呀？明天先给你安排直播带货，后天你把打扫卫生、洗手间都会的。下周你再把那个仓库的货再入一下库。哦，明白了。成都欢迎你。好了，兄弟们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还喜欢我们这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给我们一键三连呢。